模一样的人同框，梦幻共演。你去哪里买的？こんにちは。外したら似てるかどうか。はい。それね。三、二、一。就是你还记得上次我就看木曜的影片，然后很多网友传给我说，以为我去 fit 木曜的影片，对，以为是整人，你知道吗？以为你本人。真的很多人以为那个是我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有很多张照片资源，然后还有影片，请看。真的长得很像，说实话，连我看到都笑出来。因为通常有人说什么这个像你，这个像你，都会说哪有啊？那个真的是像到一个不行。我原本真的以为那个是你，真的有这个人，让我开始不禁相信说，这世界上会有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没错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突击来到东京，已经跟他约好了。谢谢阿元帮我预约了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店里面看看那位牛郎哥哥，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，不知道年纪怎么样，等一下去问问看他。两个人同框，一模一样的人同框。是是梦幻共演呢、欸。他今天晚上要工作，我就可以帮他代班。你说不会被发现到吗？Oh my god！ 我真的现在开始默默的紧张了，我还要准备假发，我就现在开始不可以准备了。你现在要戴吗？对对对，我帮你拍拍。各位，我跟你说，因为罗曼尼先生他是金色中分长发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要是他没换发型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会一模一样，梦幻联动。我听说他发型应该是不会换，因为他就是为了要跟罗兰一样，因为他是致敬罗兰。那我要致敬罗曼尼。对对对。你现在给我这个戴，看一下。你去哪里买的？台北地下街啊。那个本是很长的那一种， okay. 我还有去看他的照片， oh. 然后把它剪到他理想的长度。哎呦，你很用心哎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这一支要爆吧？我跟你讲，那司机大哥真的会吓到。哎，你现在这样跟他超像的，我以为你是罗曼尼桑。你这样是舒服的吗？舒服，很舒服。你也蛮像罗曼尼。你有没有戴墨镜？有哎、欸，可是我是那种韩系的墨镜。没关系，你戴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天哪，你也会 Q 哎、欸？因为我觉得你戴起来搞不好会更像。我靠，罗兰。罗兰桑。他那种字就跑出来，罗兰什么的，就是很多的鬼鬼的东西。紧张啊！我现在走出去，他们会吓到，会说罗曼尼，你怎么迟到？你从刚刚笑到现在十分钟。我们等一下是需要靠你翻译的哦。你不要笑到讲不出话，我真的会很紧张哦。お邪魔し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。确认一件事情 ，OK， 就是我们到底谁比较大这样子，因为他叫我哥哥，嗯，哦，是不是，对对对，不可，1994年，不是日文系，93，1993吗？哇，伊莎，弟，できた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愛してるよ。我想说，现在先来确认一下，说我们戴墨镜之外还像不像？对。啊，サングラスを外したら似てるかどうか。はい。そうだね。一緒に。一緒に。はい。三、二、一。あ、かっこいい、やっぱ僕もやっぱかっこいい
你跟他说，我还有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有唱一首歌，可以请他现场唱一下。Boy, the sun of a sun, the sun of a sun. 找一下。すごい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。何か台湾の皆さんにお伝えしたいことってあります？台湾ね、やっぱご飯やっぱり好きなんで、もちろん小籠包、はい、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、はい、トゥーファトゥーファ食べた。トゥーファ。我们真的好像哦。トゥーファ。我食べてもめちゃくちゃこう盛り付けたいんで、很多料嘛。很想要加很多。めちゃくちゃ入れ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だけですもん。嗯、いっぱい食べさせてください。就下一次去台湾去点豆花，说希望那个豆花店的店加很多料这样子。然后跟台湾的粉丝说，欢迎来店里面找他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台湾的皆さんにはぜひお店に来て、ぜひ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ぜひぜひ。皆さんぜひね、ザクラブね、東京の観光名所、東京タワー。うん、浅草の雷もザクラブなんで、ぜひぜひザクラブに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哎，你笑得很夸张哎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你请他称赞你几句，如果说称赞女生漂亮，怎么称赞？私はお客さんとして。The Club 剧场。OK OK。The Club 劇場。OK， 好的好的。初めて来ました。緊張してます。可愛い。啊啊！你要说，可是你不太会喝。あんまり飲めないです。飲めない。大体お酒飲めなくても、俺に酔ってもらえればいいんで。你就算不会喝酒，你就是只要醉于我就可以。啊天哪 ！Oh my god！ 各位，这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镜头妹，我没有镜头妹。各位，这真的不是我，我真的很像哎。我们近看一下，真的很像，观想一下，很像。订阅、按赞。对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分享。对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耶！まだ覚えてますか？订阅，我操！我操！他说我操！我那个指南针。哎 ，Hello， 我的15年的好朋友，他也觉得很像。我觉得超像，超好笑。你知道我刚从一见到他，我就笑得快死了。